不喜欢蛋糕的声音的话，可以就是先 follow 我，不然怕你们下次找不到我。那开播的时间的话，应该都会在晚上了，基本上，反正想播就播了，反正你只要看我播就赶快进来。想看透云层的背后是什么，走在熟悉的巷子口，你曾陪我，风吹醒着的承诺是一场奢侈的梦，别再说，该说的都已经说的太多，就算是一直静静的保持联络，眼前的天空泛红，像是离别的气候，也许你会想我深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，谁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，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，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，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忍的关心，钢琴失去了声音，留下沉默的旋律，别再说。谢谢分享哦，保重宁宁，早安。算是一直静静的保持联络，眼前的天空泛红，像是离别的气候，也许你会想我深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，也未接来电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，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。好，声音要被大家听到啊，你的意思。谢谢蒋中正的红包。好哦，既然有红包，再唱一首没问题。你不要睡，我就一直唱。别再说再说，未接来电是你给我残忍的关心，钢琴失去了声音，听着微弱的呼吸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蛋糕，我今天是第一天开播，本来想说就试播一下，结果遇到中正哥，突然红包发起来，然后我本来躺在床上那边很废那边聊天，然后因为中正哥说喜欢听吉他的声音，然后我说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有吉他嘛，那就唱咯。 OK， 那喜欢蛋糕的人可以 follow 我，未来就是我会常常开播给大家听。原本只要唱一首歌的，那就再唱咯。那大家抢完红包之后，喜欢的可以留下来听歌，好吗？恭喜，谢谢，谢谢时间留下最真的送了干杯，然后谢谢大馒头送了还有阅读面包，新颖的姿势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回馈，太棒了，恭喜，恭喜你们。恭喜你们抢到红包咧，开心了！谢谢海之言送了我的 Love You Love You 乘二。好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
来个你们应该会喜欢的歌好了。会踮起脚尖来，会唱。上天几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从人海远开，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只怕被亏待，我够不着海，微笑忍耐。呜呼，等你回过头来，你会回过头来。上踮起脚尖找寻爱，远远的存在，我来不及说声嗨，影子就在人海远开，再踮起脚尖的期待，这首歌是非常非常久没有唱的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。